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，列表名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Hello， 我刚起床。我要去洗漱了，然后洗个澡清醒一下。嗨，早。这是上海海报。我好像没改对，它里面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。现在就是面包着面。对于面食爱好者来说，我觉得还挺友好的。今天是休息的一天，然后我们准备去看一个沉浸式的话剧，就过去大概15分钟应该就能到。嗨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要来看这个话剧的地方，然后在这里是一个这样的集装箱，这个是给的一个护照。打开是这个样子的，看还有啥呀？这个哦什么哦，还挺像这么回事的，就是写着什么“搭乘须知，出示健康码、行程码”。哇哦！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，就很期待可以进去看一下。还有这种签注页，然后还有一张机票，然后这个叫做“消失的航班”，然后我不知道是讲的是什么故事，还有一个自己的紫色的口罩。那我不更厚吗？准备，准备，我对不住。哦天哪！好。我这边没有。现在已经落地了。为什么？就是这样子的。会有这个耳机啊，然后什么这种，我都忘了，甚至连安全带也有。你昨天吃啥呢？今天吃了饭后要不要喝咖啡？就是这个怂跟你说，咬一口，给我咬一口吧。什么？给我咬一口吧。我今天已经收工了，然后今天是在一个非常美丽的海边结束了今年的最后一份工作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祝大家元旦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你带啥呢？就 vlog。我们就是
The jacket is inflated by pulling the red toggle downward. Should it need more air, blow into this tube. The life jacket has a light and a whistle.哦，不是房间，是房子。然后我前面是大海，我好像一个傻子呀，大海哦。在一个山洞里面，然后据说这里面可以看到幸运的彩虹。山洞是这样子的，特别特别凉快，耶嘿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准备去圣托里尼。圣托里尼。我现在在奔跑去买面包。这里有一家肉桂面包，特别特别好吃，所以我要快点跑过去。正好我冻结口其实也在这边，都在跑。我不知道那家面包有没有关门，现在好累，我是不是记错了？哎呀，完蛋了，那家面包店在外面，我记错了，跑了啊！怎么办？啊！那面包真的很好吃。好吧，哎，这也没有什么面包可以买耶。啊，好难过。看，这些都被买光了，没有什么面包可以买。我再往前走走看。哦，在叫名字，真的在叫名字。这里应该会有。奶粉，黄色的蛋糕。奶粉给大家。现在要关的第二步，因为还有工作人员在认证，把所有奶粉都买走了。好的，我们买了一大袋的，就是所有有的麦芬，现在准备下去分给工作人员吃，然后在匆忙之中忘记自己买的蛋糕了，所以现在要下去先把这个分给大家，然后再上去拿蛋糕。我刚才忘记拿这个了，现在拿完又要下去了，刚又上来拿蛋糕，现在又下来了，就是这个电梯哦，我已经上了三回了。哇，这里好好看哦。Hello， 现在呢，已
经是这，好的，已经快十点了，正好我可以赶上楼下那个商场开门，我就可以下去吃点东西。所以说，按照惯例，是不是应该拍个 OOTD？ 然后我今天就拍了。哎呦，不能再笑了。然后我身上穿一个这样，我这个好重，我好重，我可能需要稍微熨一下再出门。穿那个鞋子，搭配了个蓝色的袜子，你发现没有？哎呀妈，抽筋。好的，那我快速熨一下，我们下去吃东西。啊、好痛啊！这胯抽筋了。一大早的，虽然也不早了，这道上还真没什么人。但是就是这个落叶。咱这边就是说稍微有点无语。我早餐想吃的那个，哎呦，就是反正就是那道饭啊，早上没有，现在也不是早上了，已经十点了，就是没有，所以我需要十一点钟才能吃上，但是因为我要出发了，十一点钟也吃不上这顿，所以我干脆就直接先往化妆的酒店走一走，然后一会儿再说吧。嘿，我每次的帽子都会戴成这样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现在对了吧？我已经到酒店了，然后现在还没到十一点，还有一分钟，所以我们要准备化妆了。嗨，我们现在已经化好了妆，然后到了这个要拍照的民宿，这是民宿的卧室。我感觉一个小时可能我二十分钟拍完了，我就会换上自己的衣服拍起来。三兔，这口还不错。我们今天很快速的拍完了出发图，然后这个出发图呢也正好不是现在要用的，所以说就很开心在这个弄堂里面开心的转圈圈。哎，好多了。对，哎呀，这车睡了一觉，困死了。今天我们是来录脱口秀，太累了，到达了。啊，这儿能看到现场。自拍的，我刚摆了好久，然后没有录上。哎，今天的睫毛是这种。要悄悄的。Hello， 我们已经收工了，然后现在要回去了，拜拜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回去了。我刚才预约了一个面试，但是呢，现在打嘎嗦好像是赶不太上了，因为我约的是8:25的，可能我们现在从这个比较远的乌路这边过去，可能需要30-45分钟之间吧。所以说，我现在打电话问一下，我们能不能赶得上？如果赶得上的话，我们就去；赶得上就不去呢。哎，就是比较惨就是了。哎呀，头秃，现在我们先赶赶看，好吧？现在在回去的路上了，因为我们的预约时间快到了嘛，现在都已经20了，正好8:20，这会儿应该得开始的。但因为我们实在是来不及，所以就直接就让他们帮忙取消了。哎呀，可是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妆容什么的都蛮好看，其实是想多拍几组照片。嘿，但是现在这点儿到了，估计都8点多，应该都没什么拍照的地方。因为从今年夏天开始迷上拍照这件事情到现在，我觉得我进行的非常的好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做还挺开心的，就是有一个年轻时的一个美好回忆。因为平时都是穿戏服嘛，所以就没有太多的机会按着自己的风格穿衣服。尤其是今年，我一直在尝试各种不一样的风格。之前我就是羽绒服、运动裤。一般这种出来工作的话，我可能只带一箱衣服，然后里边会一直穿运动裤和羽绒服，像这种冬天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没什么时间去穿它啊，我也不出去，去吃饭啊什么的，就从
早上开始穿这个衣服，然后到了我就换，然后到来之后才会穿着它回酒店。真的是从今年开始的，去年我也不怎么打扮的，今年开始我就尝试了一些那种风格的一些东西，对，所以说蛮好的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的话，就直接回去吧，没什么要希望的。但我因为刚才吃了一点披萨，我觉得有点腻，然后我想看看能不能吃个冰淇淋啥的。到那个酒店楼下吧，但因为有点困，所以还是想快点回到房间。但又不想点外卖，就是想要有一个更好的选择，就是这样子吧。好无聊的一段对话，我把这段对话删掉了。买了个冰淇淋来吃。三种口味，那底下还藏了一个，好看好看。小雨帮我关一下，最右边那个红色的。